但原则上我跟各位讲，没有所谓想说这个要隐瞒呐、啊，要干什么都不会的，有错就要承认，就要硬凹。想请教一下，目前掌握的就是关于涉案的这个反共名单有几位？然后另外就是说，这一次的案件，目前我们洪政局前局长到目前为止，就是在事件发生的时候完全是状况外，又有人质疑说，是不是这一次的这个情资的掌控是完全失灵的？国安情资的人质国安危机。我跟您报告啊。至于哪边有多少人，这我不便讲，概略有数据，但我这样我不便讲，因为这并没有经过啊，还有一个很详细的查证，这第一个。第二个，前面冯局长以前也是我老长官，我也跟他取得联络，我到部以后啊，我到局里以后啊，我会安排，不光是冯局长啊，他也跟我讲，他讲说他很愿意把他的以往的工作经验给我做一个啊，为大家做一个沟通。我也很高兴，那我不光针对洪前局长，我会跟他啊做个密切的一个交换意见，我也会拜会以往曾经在局里面担任过，不光是局长，很是啊资深人员，他们在哪一方有所不同见解的，我会去逐一拜会。但原则上，我跟各位讲，没有所谓想到这个要隐瞒呐、啊，要干什么都不会的。我们犯错同仁，不管怎么样错，他还是我们国安的一个同仁。错归错，我们要坦然接受，要去改进。这我昨天我也跟部分媒体同仁讲啊，有错就要承认，不要硬凹。那么另外，我们的风波不要因为这个风波造成整体正常运作而受到影响。因为国安工作是不能够啊有半刻停顿的。我想这个是让大家能够谅解。